好了，师妹，笛子呢？是这样的，你多忍耐一下。等会儿就舒服了啊。好了，师妹，然后呢？山路崎岖，走路小心点。还不是听师傅说你要下山，你着急，才拼命的来找你。师兄，你真的要和这个梦里的人结婚吗？师妹。 你这么着急我，那个你，我，师傅，你个小兔崽子啊，又占我女儿便宜，得亏老夫发现的早，要不就让你这小兔崽子给我整了。师傅，我这都是跟您学的。 谁总喜欢我三三留广的房子呀？你小子不是下山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之前给你提了八门亲，都让你给我退了。这回啊，你要是再把这门亲事给我搅黄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又要结婚？又要结婚？这都21世纪了，讲究是恋爱自由，不是你这样的。就是师兄连剩下那个女人面都没见过。 万一那个女人又老又丑怎么办？我这身上有师有哥的，还有师妹陪着我。嗯，你长再下去，你不是一直打听你父母吗？你就不想下山了解清楚了？看还有，你小子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不知道吗？啊，你是天生的炎阳之体，25岁之前要是不和一个阴寒的女子结合，你小子就会暴体而亡。 爹爹，你不能不管师兄呀！下不下山呢？你自己瞧着办吧。25岁，那岂不是只剩7天了？<笑> 我靠！你就是叶晨，没错。自我介绍了一下，我是艾薇集团总裁蒋梦涵。你是我老婆啊？赶紧结婚吧！啊，竟敢对总裁不敬！凶什么凶？只有一个总裁嘛。 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家伙竟然这么厉害！我蒋梦涵确实没什么了不起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总裁，毕业于米国、哈佛大学，现如今开了自己的公司，不仅仅是，而你，只是一个没学历、没本事、没文凭的三无人物。我希望你能认清我们之间的差距。我刚才还以为你只是谦虚一下。 没想到，这普普通通嘛，道，小爷我一事无双，天下无敌。我一句话，华夏都要抖三抖。他们那大人物见了我，跪下磕头。行了，我没时间听你在这吹牛，今天我来找你的目的。夏梦涵，我告诉你，华夏有多少女人哭着求着嫁给我？正所谓农妇与蛇居。 你一个破农民有什么资格当我小皇后的丈夫？你不配！哼，好，你要是没猜错的话，正月初一到十五，都会死个胀痛，月经的条纹。你干什么呢，臭流氓？他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有没有胡说，你自己心里面清楚。要不是看你胸大。 我臭流氓，我以懒得跟你废话，这婚你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。他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寒阴之体，那我必须把他娶回家。老婆，等着我。四个轮子跑得可真快，差点没把小姨我给累死。不该说不说，我这媳妇家里面招待还挺气派的。 我要是把她给娶回去，哼，那我可就享清福了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以为某人会有多硬气，没想到都光出来了，这么快就厚着脸皮追出来了。老婆，是我。正所谓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关着。我们先商量一下，现在这不方便。没搞错吧？大小姐的未婚夫竟然是一个看药贩子，这也太离谱了！该不会是大小姐有什么把柄在这项目手上吧？谁是你老婆？哎，这婚约上面白纸黑字写清清楚楚，你可别赖账啊！你别的罪不求了，快救人！回头再找你算账。冷月。程医生，长老啊，熬不过今晚，还是早点来准备伙食吧。这点小病，我随手就能治。你真的能治？那当然，不过是心肺毒压、血脉淤积嘛。哎，你给我住口！这长老目前的这个状况，我把这有神医王百草的。什么狗屁神医王百草？哼！哎，今天我话就放了，这病只有我能治。你这么大的口气。连王神医都不放在眼里，谁这么大的口气，连王神医都不放在眼里？徐梦成，你怎么来了？听闻蒋老病重，我特意请了神医王百草来给蒋老治病。太好了，我爷爷的病有救了。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，陪我睡一晚。喂，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？你小子算是个什么东西，居然敢打我！孟凡，别听他的，你爷爷病呢，我也能治。给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叶神。孟凡呢？未婚。孟凡，他说的是真的？孟凡，别答应他呀，这狗屁庸医治得好什么呀，只有我能治。住口！黄口小胖，竟敢对老夫出言不逊。你毕业于哪所医科大学？是从哪个名医？小爷呢没上过大学，但是我把我们家老头子所有的医术都学过，我们身上的鸡鸭鹅啊狗啊所有的病都是我的。听到了吗，江东山，这就是个江湖郎中，但他妈是个兽医。看不起江湖郎中是吗？江湖郎中也比你这狗屁庸医不知天高地厚。今天让你见识见识老夫的医术。哎，老头，你这针要扎下去，蒋老爷子肯定是全身抽搐，口吐白沫的。我闭嘴。王神医，就按照你的想法治，别听他的鬼话。没理由啊，不可能是这样。怎么会这样？就是说完，终于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还不信？来。我现在信了，求求你救救我爷爷。现在让我救就救，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我答应陪你睡一晚。才一晚，那不行，太少了。只要能救好我爷爷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。哎，我们今天晚上就走吧。好。蒋梦涵，你没搞错吧？你真会相信这个家伙？他就是个兽医。你今天要是能把老爷子治好，我跪下来给你磕头。老夫治不好病，谁也治不好。爷爷，我就说了吧，这小子不行。现在好了，老爷子都快命丧黄泉了。他这哪里是在救人呢？分明是在杀人。赶紧把他抓进去。你别急啊，这。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就给我这样的结果。快憋死我了。舒坦，真的舒坦了。我的病是你治好了吧？真的感激不尽啊。我愿意奉献1000万表示感谢。爷爷，你的病不是他们治好的，是叶晨治好的。你是叶晨？当年我和你师父定下婚约，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今天又治好了我的病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啊。这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晚上就和我孙女
大混混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他治好的。哎，徐大少，事实摆在眼前，该兑现你的赌约了吧？跪下那个。哦，你是不想啊？没事儿，在孟涵面前丢人的也不是我。嗯。我的天，我们走。嗯，不行，也不是太原，之前多有得罪。让我个人收我为徒。王神医，你搞什么鬼？叶先生，那百年难遇的高人呐、啊，能跟着他学习，真是我三生有幸啊！你这老小子虽然天资愚钝，不过倒有颗医者仁心。行吧，那我就收你为我的禁地。谢谢师傅，快起来吧，你起来吧，起来起来。哎，徐大少，你在这儿站着也想干我一事？跪下来，你给我等着。啊。叶晨，我爷爷的身体真的好了吗？那当然，只需要再调理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哎，也好，昏迷大事不能儿戏。嗯，那就定在七天以后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保证给我贤婿办一场隆重的婚礼。谢谢爷。你现在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吧？啊，要不就住到家里。我这个人不挑的，要不。我就和孟涵住一间就可以了。嗯、臭流氓，想得美！叶晨说的对，就按他说的办。爷爷，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我是第一次，还有点紧张。我把我闺蜜叫来一起陪你吧。还有闺蜜啊？你谁呀？你先去洗澡。哎，这他妈也太刺激了！小姨我当了这么多年和事，没想到今晚能玩一次一流。孟涵，你们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就怕你待会儿受不了呢。哼，今天晚上就让你们看看小姨是不是男人。那好啊，三二一。Yeah, I'm smoking on your vibe. 哇！小哥哥，要不要玩点更刺激的？我自愿喝点酒微醺感觉更好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，够刺激吧？孟涵，你也试试啊，这不会打出毛病来吧？哎呦，你懂什么啊？这叫痛并快乐着。啊！你这是谋杀情夫啊！哎呦，你装什么？你明明最喜欢这些了呀！孟涵，我们再加把劲儿。我现在还喜欢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放过我行不行？男人啊，就是口是心非的动物。今晚你就好好享受吧。救命啊！
现在这年轻人啊，真会玩啊！没想到我小爷一世英名，今天在阴沟里面翻了船，到城里第一天享受不说，还被别人赶出了家里，太回去了。行凶之体又发作了，还剩下六天的时间。谁给我打电话？彪子，可以吗？彪子，没想到当初我随便教这两手功夫，家混这么好，还开了十几家玉足店。哎呀，不用来救，我马上到。小子，你算是老子把你给等出来了。老子总算把你给等出来了。等这么久，哎，你们是想办事吗？早说嘛，不用等那么久。你什么他妈在这给我油嘴滑舌？今天大好的局面全让你给我搅黄了。今天老子要是不把你屎打出来，都算你拉的干净。哎哎，别生气，我错了，错了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说啊。行，啊，知道错了是吧？哎，我错。好，本少给你个机会，等老子裤裆下面钻过去，我就放你一马。不就是个钻裤裆吗？行，我钻。住手！你在这干什么？给我上，弄死了！抓！来！徐少，你这手下人也不行，要不你再陪我练练。你想在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我可是跟彪哥混的。彪哥，他很厉害吗？彪哥可是这一块的地下皇帝，手下小弟上千。哎，这跟前所有的洗脚城都是他的厂子。你说的那个彪哥是不是叫邓彪啊？放肆！彪哥也是你能直呼其名的，要是让彪哥知道了，绝对让你不得好死。哎，说不定到时候他来了，还得给我跪下。闭嘴吧你小子，真是不知道死活。上一次有人侮辱彪哥，就被砍断了双腿，丢到了江里。哦，好吓人，好怕怕。你还是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给彪哥打电话。快点打。彪哥，就是这小子。是，哎，啊，叶哥，是，哎，啊，叶哥，好久不见了，想死你了。彪哥，你这就是贵哥。你看有他，叶哥就敢有，活腻歪了是吧？啊！来人，把抓起来，好好教训一顿。哎哎，别，彪哥，慢着！什么档次？这模样样小逼逼，还当个正男戏？他妈的！拿走，彪哥，你别，彪子，哎，我现在身份特殊呢，不方便透露。我还好，还够机敏。叶哥，你这火气也太旺了吧？你在山上憋太久了，小弟我带你去我店里面好喝。洗洗火，去看看呗。走。可以啊，彪子，这些年混得不错吧？等着。
来给叶哥问好。叶哥好，叶哥好，叶哥好。彪子，这些年过得不错啊，看你和二狗子过这么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还有叶哥，托你的福啊，我在山东西遇见二狗子，学了你六层本事，在合隆会当高层，那算风光呀。对，这次我下山呢是办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为了一个你。哎，叶哥，我懂，我懂，听完听我安排。小弟别的本事没有，女人管够。看一下，你快说，我的任务是帮你泄泄火。别，快，李叶哥，跟我玩一玩啊！叶少，今天这样一面好好的和你伺候一下。我跳舞请，我需要的不是这种。叶哥，你不喜欢呀？行，换一片。我需要的那种女人非常非常美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？我仔细。不，算了，你说了你也听不清。我要的那种极寒之体，可遇不可求。算了，还是跟你说第二件事啊。快，放手！林总有什么话，帮我洗了脚再说吧。赵公子，你是以自重。怎么，让林总你洗个脚，是委屈你了是？行啊，不洗脚也可以。这样吧，那你就把这杯酒喝了。哎，敬酒如吃，吃罚酒是吧？姐，你他妈敢打我！我靠，你还是别，我。你他妈敢打我！我糟了，这家伙不成了，大公子，不是他了。哎呀，一个小孩英雄救美，换个时候，这小子不好用。不好意思，今天这个女人我绑定了。你好大的胆，知道她是谁吗？你想把我活腻了是吧？你敢跟我赵太抢女人？原来是赵公子。啊，失敬失敬。你知道是本公子还不松松？啊！哎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赵公子自己摔的，和我可没关系啊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妈的，给我弄死他！哎，别别别！就你这垃圾，也想跟我动手？乡巴佬，你说谁是垃圾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我说错了，我的意思是呢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给我上！董斌，醉酒提壶立千金。啊，掌嘴！躺好了。哎，铁拐李。罪过保陈，动心底。还有你，周离，醉酒抛杯，决定婚。这你是垃圾还不气人？赵公子，你这人不行。你别乱来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爸可是黑龙会的护法。叶哥，这样的手法，这可不是善事。黑龙会不好惹。哎，这个什么黑龙会吧？赵公子，送你个东西。啊啊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没做什么，赵公子，就让你裤裆那玩意儿呢，用不起来。
哎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同房，同房就生不如死喽。哎，叶哥，哎，对，这个还有玉佩的事情，你记住帮我盯紧了。如果说有关玉佩的消息，及时告诉我。公子，你慢玩，慢玩。叶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没想到啊，这女人家里面也正常。哎，不管。哎，不管。臭流氓！我，是你救了我，大姐，你总算想起来了。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是刚才那帮人就……这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只是把你送回来。我有，这回你怪不了我了，是你自己主动的。我要，这回你怪不了我了，是你自己主动的。林心呀，你疯了吗？竟然连赵公子都敢惹，你是想置我们林家于死地吗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我们林家就完了。赵公子早就说了，只要你嫁给他做柳姨太，我们公司的账还有一笔勾销。喂，老德，您是他父亲吗？有你这样卖女儿的？哎，你是谁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就说了嘛，万万不嫁给赵公子呢。原来你在这养了个小白脸，你对得起林家吗？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他之间我们没……不是我想的那样，是哪样？刚才是你打的赵公子吧？我现在就押你去给他赔罪，我这就去拉你去给他赔罪。哎呀，哎呦，老头子，哎呀，再这样，别逼小爷我对你动手啊！爸，你没事吧？你可这小子干的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是吧，狠心要卖你，实在是没办法呀，黑龙会那帮人。实在是心狠手辣，我们再不给他还钱，别说公司被夺走，就连我们一家的命都难保呀。我清楚，我同意赵公子就是。我这就去给赵公子道歉。我靠，那我的炎黄质疑怎么办？哎，别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怎么能去给别人当六姨太呢？多少钱？我出。你这个乡巴佬，给我闭嘴！你知道我们家欠了多少钱吗？足足6000万！六千万就六千万，我出。过两天小爷给你。青丫丫，你在哪找的这么个傻小子？你没看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就你这一身穷酸相，别说六千万了，你就是6000块钱恐怕你都拿不出来啊。两天，最多两天，老爷到时候啊给你兑现承诺。两天，我给你20天恐怕都没用。
两天时间我一定带七千万过来。如果到时候我没过来，你也没有任何损失，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如果两天你拿不来七千万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一言为定。哎，叶晨，这青儿，你不要消停了，等我回来啊。长老，贤婿是一名神医，我儿子患有疑难杂症，一直未痊愈，还得请贤婿帮忙看看。没问题，你儿子那都是小病，我这一身顽疾，我那贤婿都给治好了，是那个问题，没一点问题。我现在就把我那贤婿给你叫出来。哎，孟涵，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哎。小陈呢？他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出来呢？我这两个好友还想见见我贤婿呢。爷爷，我把他赶走了。什么？爷爷，我不喜欢他，我们之间也没有感情。我想你的婚事自己做主。住口！小陈的孩子可是一个难得的人才，竟然让你把我的贤婿赶走了。爷爷，他只不过是有点医术罢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这个蠢货，他要是没本事啊，那王神医能拜到他的脚下？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，不然我就不认你的孙女。老婆，啊不不，想大钱，我想找您借点钱。亏我爷爷还把你夸得天花乱坠，原来你就这点出息。说吧，要借多少钱？这么多。叶晨，你也太让我瞧不起了。一个大男人连七百块钱都拿不出来。不是。七千。嗯。七万。叶晨，你该不会要说七十万吧？不是七十万。我就说嘛，我用不上七十万那么多钱。七千万。什么？七千万？不是。想了想想，这七千万对于你来说小钱吧？七千万对于我来说确实不算什么，啊，但是我凭什么借你那么多钱？除非，你能帮我完成一件事。你说，我们公司有一笔五个亿的债务一直没追回来，你如果帮我追回来，我借你七千万也无妨。那简单，你把那个人地址名字发给我，现在就出发。你都不问问借款人是谁，你就敢去追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这种事情小 case。那好，我一会儿就把他的资料给你，就怕你不敢。你先走。什么？孟涵，你让他去找杨九爷要账？我只是想给他点惩罚，随口一说的。哪想到他真的会去啊？这杨九爷可是岷江地下城的皇帝，为人心狠手辣，做起事来毫无顾忌的。之前去要账的那几拨人都被打断了双腿，送进了医院的。悠然，他该不会被打死吧？我也不好说，就以他那冒冒失失的性格，恐怕凶多吉少啊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等等我。Come on。就是这。喂喂喂，你是干嘛的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赶紧滚蛋！你们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你们仔细看看，认识，当然认识，不就一臭要饭的？看清楚了，我可是你们老板债主。就你啊，还敢称之我们老板的债主？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？那可是杨九爷，就你这穷酸样，全身上下不超过100万钱，我可没有闲那功夫理你。赶紧滚蛋！哎，我怎么就不会是你们老板的债主呢？啊，看清楚了，白惹自己的清清楚楚，真拿你狗眼看看。哼，像这玩意儿是真的又能怎么样？敢在我们九爷的地盘上，我看你小子是活腻歪了。赶紧滚蛋，听到没有？哎，你们别动手啊，还讲不讲道理了？道理，老子的棍棍才是道理。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没错，是我说的，这怎样？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花儿为什么这么红！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花儿为什么这么红！怎么样？花儿，
哦，你饶了我吧！赶紧告诉我，你们老板在哪儿？今天不在会所。我也不知道。老子哪儿？你跟去哪儿？上，赶紧带我去找他。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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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今晚我只留一人，谁学狗叫学的最像，我就留谁，只留一个人。叫的是最好听的，今天就把你留下。谢谢九爷，晚上要好好表现哦。那肯定的。是不是？九爷，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这小子，他逼我过来的。滚！小子，找事儿了吧？你就是杨九爷是吧？对，别误会。小易，我呢不是来找事儿的，你有一笔欠款，赶紧把它结了吧。啊，找我要账啊？小子，哎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找我要账，活腻了吧你？你怎么跟你那保安是一个德行啊？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小爷今天要好好收拾教训你一顿。妈个巴的，给我弄来！妈个巴的，给我弄来！小牛还挺辣的，别怪小姨我对你辣手轻慢呢。要说你是，是你就是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出去，退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哦，小子，看你身手不错，不如你加入我的麾下，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。不是，你脑子有问题？敢让我做你的麾下？就你也配？你住手！对九爷不敬。哼，小子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小爷呢只是让你快点把钱给我还了。我今天把钱要是给你还了，我以后在道上还怎么混？小子，今天我算是栽你手。要杀要剐随你的便。没想到你还挺硬气，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自己孩子考虑。你什么意思？每逢初一十五，你是不是浑身疼痛，而且吃再多止疼药也没用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疼痛会更严重。更要命的是，它还会有遗传。还有，你老爹当其量活了不到五十。你呢？顶天了四十，你儿子嘛，二十活不过二十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小爷我是神医，你这种问题一眼就看出来了。那你一定会治好。我儿子他还年轻，他不能死，我已经活够了，求求你救救他吧。好说好说，只不过欠款，我还，马上就还。出去。只要你能救我儿子，以后我杨九爷对您马首是瞻，绝不有半点忤逆。好说好说，早这样不就行了吗？孟涵，这么久没动静，他不会死在里面的吧？别瞎说，杀人又杀夫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孟涵，你不会是喜欢上那家伙了吧？你别瞎说，我哪有瞎说？那不然你这么担心他干嘛？说到底也是我让他来的，无论他是死是活，我都会带他回去。行，你俩在干什么？我要见九爷。
九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话说，现在找九爷的人多。刚刚是不是有人这么高，穿着土里土气的人过去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那小子真是，现在还没出来，马上就被九爷给弄死了。这位大哥，我们俩是一起的，你让我们进去吧。没想到是两个极品，献给九爷又是大功一件啊。好吧，那就带你们走一趟吧。哎，九爷，我给你带个大。九爷，这件事真的不关他的事，是我让他来的。大不了这笔钱我不要了，我求求你能不能放过他？你怎么来啊？我好不容易要回的欠款，为什么不要啊？我知道，你是想耍赖是吧？我告诉你，给我的几千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想看更多精彩短剧，就加入热播短剧大搜罗，一个专门分享短剧的圈子，最新一手资源，每日持续更新，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，一次加入永久受益。哎呦我的妈，你们俩干什么呀？玻璃上是有花吗？盯着我看了呀。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什么怎么做到的？就正常操作嘛。啊，我就是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还有这杨九爷呢也算是开窍了，在我的谆谆教诲之下，他也是认识到自己错误啊，就把那欠款还给你了。几千万了，可以给我了。放心，答应你的事儿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太好了，有了这种指标，就可以去结婚了。啊、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才是你的婚妻啊！你都不愿意嫁给我，我还不能去娶别人？你该不会是想要这笔钱当老婆吧？我可提醒你啊，现在买老婆可是犯法的。谁说我去买老婆？跟你说你也听不懂。我现在……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个渣男竟然拿我的钱去养别的女人。孟涵，你不是之前挺讨厌他的吗？怎么现在他走了，你还生气啊？我哪有生气啊？我只是怕他被别人骗了，到时候没钱还我了。我知道了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？你家是太不理你了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他确实有那么两分本事，连杨九爷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呢。是啊，我倒是也对他刮目相看。只剩四天的时间了，病情越来越严重了。幸好有这张支票，我的人生大事终于要完成了。我们家已经三个月都没有接到订单了，这次和杨氏集团建立合作关系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爸，你这不是卖女儿吗？为什么非要逼我？养你这么大花了多少心血，现在正是你为家族做贡献的时候。可是什么？之前让你陪赵公子你不同意，这次让你陪钱总你又不同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已经和钱总约好时间了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爸，臭老头，怎么又在欺负我女儿？怎么又是你出手的？上次有办你们家的好事，这次你来干什么？小爷我这次来呢，当然是兑现承诺的。兑现承诺？你不会说你筹到了几千万吗？那我什么？还真是几千万？太好了，还真是七千万，我们林家的公司有救了。你哪来的那么多钱？为了你呢，我什么都做了。你可千万别为了我做犯法的事。放心吧，啊，这钱呢是我借来的。借来的？那这么说这钱还是要还。我可不敢让青雅陪着他一起还债。我就看你这一身穷酸样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？你快滚吧，别耽误了我女儿了。好事儿，哎，老唐，这说话不讲信用是吧？我不讲信用，我之前跟你说的，只要你筹到七千万，我就不让清雅去陪赵公子。可我没说不陪其他人吧？好，算你有种。清雅，现在呢，
你去哪儿，小爷我就去，看谁敢拦你。你少无赖是吧？你这次要搅了钱公子的好事，我和你没完。哟，宁总来了，欢迎欢迎。早听闻宁总才貌双全，是我名将有名的美女总裁，请加我的名字。你好，我跟宁总打招呼，你是什么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叶晨，是秦雅的男朋友。啊，林总，这小说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你看，我和秦雅这么亲，难道是假的？叶晨，我不知道你要来，所以这个。哦，来人，叶先生在厕所门口安排了一番事。钱总，叶先生是我带来的客人，请你放尊重。我怎么不尊重他？我可是给他一个人安排了一个专门专座。你说在场的谁也有这样的待遇？对了，你这个土包子，这是蹭吃的。服务员，来给叶先生上一盆干食。哎呦！叶先生，我的这笔合同不要了。天啊！钱总是吧？你是在故意找茬？就这么茬子，你个土包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浑身上下穿的都是名牌鞋，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坐起吃？请你吃泔水，算看情缘了。就是一个乡巴佬，居然也敢跟我们钱总抢女人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我们钱总是杨氏集团的股长，九爷身边的红人，年薪过百万。小子，识相点，把那瓶泔水吃了，然后滚，不然我们钱总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杨九爷，没错，就是杨九爷。杨九爷可是宁江的地下皇帝，我们大家都是杨九爷的人。林总，你让这小子把这盆泔水吃了，然后。这一笔一个亿的合同给你了，算怎么样？哎，以公谋私，杨九爷知道吗？像你小子这么说的话，你想像九爷跟我的状况？哎，你个大脑袋瓜子还挺聪明，恭喜你。对，大家快听听，你说你小子牛皮吹这么大，你怎么不说你是米国总统呢？别说是你一个土包子了。就算是我都得要层层报告才交去。哎，你还真不信是吧？就是不信。你说你这么有能耐，你现在给九爷打电话那他开除我呀。我这辈子呢没听过这么奇怪的要求。好，今天小爷我就满足你，从明天开始你就不是杨氏集团的人。大家听到没？我说你小子啊，是不是经常打螺丝把脑子给挡上了？就是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这么大的话也能说得出口？我说你小子，要是现在把这盆泔水吃完，他们在地下给我磕几个头，或许大发慈悲，愿意在杨氏集团当一个厕所。你小子还愣着干嘛？我赶紧谢谢钱总。你们实在太过分了。叶晨，我们走。我不要了。别说这种黄赌钱了。滚！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这笔合同就黄了。钱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管教无方，让这个土包子冒犯了你。我说不让你来，你非要来，你不要来这里捣乱去了吧？还不赶紧跪下给钱总道歉？不是老头子，我为什么要跪下？该跪下的人，他，你怎么敢跟前面这么说？看我不抽你！别可不。爸，你要干什么？叶晨，你快走。心雅，相信我。啊？喂，老杨，我给你五分钟，立马来到现场，要快。嗯，
真是佩服，在下实在是佩服。你说你演技这么好，你咋不去当演员呢？你小子吹牛也不打打草稿啊？竟敢叫杨九爷为老唐，还让他分钟之内赶到。呀，怎么不上千呢、啊？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先是得罪了前辈，真的，你又拿杨九爷开涮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看你是混一回了。我到底是不是演的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二个这哭的太难看。我倒看看这场戏你怎么收啊？敢得罪我？我会让你死的、啊！你快点装好吧，只有你没时间了。只要我求你了。小军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是没插下这个饭菜？他要是能把杨九爷叫来，我立马去取缔。二弟吧，还有十秒。假公子，装神弄鬼，我倒看看你到底还要演到什么。啊、相信我，那、啊、还有五秒。你少他妈的这么蛊惑我的女儿，你自己想死，你自己去死吧，别害我们父子俩。还有三秒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，嫂子，简直就是个大好垃圾袋，你也太他妈能装了吧！我今天非他妈干死你！你为什么不是我爸？时间到，杨九爷到。加卡布，九爷，您怎么有时间大驾光临？都先跟我说一声。叶先生，我来晚了，还望您见谅。时间不早不晚，刚好合适。九爷。他就一个土包子，您对他这么尊敬干嘛？混账东西，叶先生岂能是你冒犯的？还不赶快跪下道歉！我给他下跪道歉？九爷，我没有搞错吧？是啊，九爷，你是不是被这小子骗了？这小子有何德何能？我要你们两个教我做事儿。叶先生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公司这小子呢，滥用执法。啊，他想潜规则我女朋友。哎，对了，他还想让我吃那盆干水。这小子怕没办法在你们公司待了吧？啊，这种事儿，九爷，这都是误会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啊！连叶先生都敢招惹。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宣布，共同公司开除了。我要叶先生，是我管教不周，您看还要怎么处置他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大哥，我不，爷爷，你们大人不去小人过，把我当个兵，放了吧。哎，你们现在知道错了。刚才你不是硬气的很吗？还有你们后面那几个，刚才不是叫嚣着要收拾我吗？什么？别杵着那不动啊！错了错了，还有这盆干水，要不你们一起喝啊？哥哥，这。九爷，不合情吗？叶先生说的话你没听到吗？你老子吃！妈了个，全都浪费了！把他给我带到后厨，今天整个酒店的泔水吃不完，不许放他出来！是是是！还有这份一个亿的合同啊，给这位林小姐，还有另外几家公司。凑够十个亿，一并打包给这位林小姐。什么？十个亿？加卡布。林小姐觉得不够吗？啊、不要不，
再加点。不，这已经非常多了。林小姐满意就好。叶先生，之前我跟您说的我儿子的事情，还麻烦您。好说好说。等等。爸，刚才你说的，现在这人我是叫来了。干什么吃蛇了？陆爷，你真会开玩笑。今天我就回去给你们准备婚礼。明天，不，今天晚上出发。嗯，等我一下。把我的银针拿过来，快给叶先生拿出银针。叶先生，我儿子没什么事吧？放心吧，小事儿。等我扎完银针之后呢，看情况调理一下。好了，住手！加卡布，这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啊，这病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负得了这个责吗？赵主任，叶先生是我请来给孩子治病的。他来治病？九爷，这小子怎么看都不像个治病的呀。你一定要擦亮双眼，免得呀被某些江湖流医给骗了。我也不想来治的呀，某些人治了这么久还没事。赵主任已经留学多年，是这方面病的专家，梁公子能活到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如果换成其他人来治梁公子，他是早就死了。对吧，正在就还能治好，换我来早就好。萌萌，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就凭你手中那根破银针就想治病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破银针，这可是中国的传统医术。传统医术就是那种毫无科学依据的巫术啊！我说拜托，现在都21世纪了，怎么还会有这种多疗共骗呢？竟敢质疑我们中医的医术。我们俩来赌一把。如果说我把这小孩治好了怎么样？你要是能把他治好，我辣椒灌肠。好，加卡布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叶先生，这就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刚才我们讲的呢是夺命十八针，天助夺命，都阎王要人。放心吧，过不了一会儿就来丢人。装什么？我看你要演到什么时候？小天，小天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我是睡了好觉，我现在全身好像都恢复了正常，没有半点疼痛。真的吗？赶紧下来试试。啊！爸，你真的好了？真的吗？太棒了！哎，过去，过去，叶神医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杨某人今生没齿难忘，快谢谢，谢谢。高医生，现在这就是你的主业了。加卡布，不可能啊！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是不是有眼前了？过来，辣椒灌肝。九爷。叶神医，这是我点心意，希望你不要拒绝。百富长治尊黑金卡，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那是当然，持有此卡者，如同见杨九爷本人，可享受杨九爷旗下产业所有服务，没有人敢不给面子。这可以了呀，谢谢老杨。叶神医满意就好，以后只要能用到我杨某人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，我一定竭尽所能。你们别过来，我要喊人了。你叫啊，你叫的越大声我越兴奋。赵公子，等你爽完了可不要忘了兄弟们呢。你们别过来，玩玩而已嘛。你爽我爽，大家都爽啊，是不是？加卡布，你爽我爽，大家都爽啊，是不是？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师妹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
师兄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吗？好了，师妹，我又不是在这儿。妈的，又是你这个土包子！老子找你很久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哟呵，赵公子，你之前不是被我废了？怎么又想干坏事？赵公子，快来呀！嗯，我这么快就没了吧？真没用！妈的，操！行，你小子不是很能打的。我让玄界高手给你垫，让我们着火就弄死他。师哥小心，放心吧，师哥，我让他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给我杀！给我杀！你别过来啊！我是黑龙会的人，惹了我们黑龙会，没你好日子吃。看来之前给你的教训还是少的呀！啊，让你嚣张，让你嚣张，让你嚣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再打就打死了！哎，过来，听着，机会呢，只有一次，这一次只是惩戒，下一次我要你毁灭！滚！啊啊！是，我滚！你给我等着！哎，惹了我黑龙会，我让你死无葬身去！看来还是打轻了。师兄，你太厉害了！一般一般，世界第三。嗯，肚子饿了，走。哎，伟业哥，你让我谈谈这事儿，消息什么？叶哥，根据我的线索，您的身世好像跟黑龙会有关。黑龙会？是的，叶哥。您的天生龙纹玉佩跟黑龙会上雷千红的身上极为相似。具体相关联，我也需要请经理表态。好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知道，叶哥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师兄，是有关你身世的事吗？是的，应该快有消息了。那太好了。啊，又饿了吧？走，师兄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走，师兄，咱们随便吃点东西，太贵了。放心吧，师妹，今天晚上呢，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有老杨给的至尊黑金卡，正好带师妹来享受一下。哟，超哥，这不是叶晨那小子吗？还真是那小子，关键是他身边的美女长得真不赖，一看就是个厨。那小子的靠山邓彪最近一段时间消失不见，说不定被仇家弄死了。没了靠山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走，会会这小子。哟，这不是叶晨吗？没想到你这个乡巴佬还能来这么高档的地方。我看你小子八成是来应聘服务员的。我可跟你说，应聘人员可不能从这儿进，你得走餐厅的后门。我告诉你，小爷今天呢也不来吃饭。哎，行啊，别装了。咱俩呀，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今天刚好我宴请几位朋友，顺便带你见见世面。走。徐少，听说你们和杨九爷的公司最近有一个上亿的项目合作，这回您可是挣大发了。也就几千万的利润吧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哎，不过我们公司最近确实在扩招，还缺几个扫厕所的。叶川，要不来我公司帮忙？这么好的机会，还不赶紧谢谢徐公子？这么好的机会可不是谁都能有的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哎，徐公子怎么不自己去呢？你他妈怎么说话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是吧？徐公子现在可是九爷面前的大红人，他刚才进酒店的时候，就连经理也要对他恭敬有加，人家愿意提携你一个乡巴佬，那是你的福气，别不招他。就拿今天这包间来说，这可是九龙大酒店最好的环境表现，可不是你有钱就能订得起的。哎，据我所知，这九龙大酒店最好的包间好像至尊包间吧？我要是想去这至尊包间，随便就能去。还至尊包间？你小子脑子进水了吧？就你一个乡巴佬，你还口出狂言？
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样子？哎，行了行了啊，我也懒得和你这乡巴佬在这废话。爷，现在跪在地上给我磕三个响头，非常具有名义的给我一百张。之前的事情呢，我可以和你一笔勾销，明天你就能到我公司面试了。徐工人，我看你是几天没挨揍，皮又痒了。你可说实话，现在没了邓彪找你，才敢这么嚣张。怎么和徐公子说话了？师兄，你别冲动，这么严重失踪了。哎，师妹，不用着急，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。错你妈！说谁乌合之众啊？谁在我九龙这儿闹事？胡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把这个废物东西给我赶出去。徐公子，我们这是高级场所，像你这种垃圾怎么混进来？谁让你混进去？你确定要让我滚出去吗？你确定要让我滚出去吗？嗯？我听说过九龙的金口、银口，还真没见过什么黑口。你拿着破口装什么装？不长眼的东西，该滚出去的是你。小豆有眼不识泰山，请见谅。徐公子，听到了吧？你们还傻着呢干嘛？快快滚出去！干嘛？姓徐的，你胆子不小呀，敢对杨九爷不敬！你这破口跟杨九爷有什么关系？是啊，胡经理，你说清楚点。还有，这到底是什么卡？这张卡是杨九爷的至尊黑卡。见此卡者，不见杨九爷本尊；对持卡者不敬，就是对杨九爷的不敬。今天的这些事儿，要是让杨九爷知道，后果考虑。哎呀，胡经理，这事是我们弄的不对，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呀。是啊，胡经理，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儿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过我们这回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跟我说有什么用？要说也是跟这，要说也是跟这位先生说。叶晨，啊，这事儿是我们不对。嗯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放过我们吧。行了，我懒得跟你们闲扯，就你们三个废物垃圾，把他们轰出去。哎，是师妹，你们去聚尊包厢吧。OK， 请请请请请，这边请这边请。教训一顿，拖出去。哎，别别别！别哎哎，来来来，哎，你小子怎么会有杨九爷的至尊黑卡？该不会是这小子偷的吧？肯定是这样。好你个叶晨，敢老子下跪，给我等着！哎呀，很抱歉。哎，这个是我专门盯着朱石做的。二位先吃。嗯，师兄，没想到你现在在城里混得这么好。那当然。哎，以后呢，你跟着师兄在城里面混，这菜的味道怎么样？嗯，超级好吃。哎、好吃呢，你就多吃点。吃完了，师兄还要回去洞房呢。洞房？啊、哎，我跟你说，师兄在城里面找了一个媳妇，长得老漂亮，而且还是阴寒之体，这样师兄的颜毒之体。就是救我、哦、师兄，我不想让你离开我。哎，师妹，你师兄我距离爆体而亡呢只剩两天了，你也不想师兄我这么快就离开你们。两天这么快？叶、嗯嗯、先生，孟涵中了毒快批了，你赶快回来看看呀。什么？江老头，你不会真的指望那个土包子救你孙女吧？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，这毒可是我找高人专门秘制的，除了他无人能解。现在摆在你面前啊，只有一条路，把你孙女嫁给我，再把你们蒋氏集团所有股份都转入到我旗下，我就能考虑救你孙女。休想！孟涵，孟涵，孟涵，你没事吧？江老头啊，
这再犹豫下去，你生意可就真没了。我钱，我钱还不行吗？老爷子，这钱。易先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易先生，你怎么这么快的身边都有女人？孟涵才是你的老婆呀。哎呀，其实这件事呢……好了，你不用多解释。是我家孟涵没有这个福气，你瞧，把人交给你了。听见了吗，叶辰？这没你的事了，赶紧滚蛋！群魔长，没想到你这么卑鄙，当初我就应该废了。只要能达到目的，我用一点手段又能怎么样？反正最后胜利的人是我。现在，蒋梦涵是我的未婚妻，这是我的家事，你一个外人还待在这干什么？好心当做驴肝肺。师兄，我们走。师妹，我觉得我们不能了。师兄，你不会舍不得那个女人吧？咱们何必热脸去贴冷屁股呢？孟涵多非常几个，如果说我们走了的话，普通人根本救不了，他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病人在哪里？你总算可来了，我未婚妻在这儿，您快来看看，快救救我孙女。好说好说。病人的情况怎么这么严重？不是大师，这药是您补给的呀。你给他下了多少？什么呀？啊，那是十次的量。别说是人，就是一头大象也要死十次。这可是我的孙女啊，你陪我孙，你得陪我孙女。谢大师，您可是当世神医，你想想办法呀。我是束手无策呀，当今有办法的恐怕也就剩我的师尊了。你师尊？你师尊在哪里？我现在就去叫他。别找了，师尊在这儿呢。李雨辰，你现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怎么还没给我滚蛋？师尊在上，我徒儿一拜。嗯，大春可以，几年不见都叫赛黄河了，都是一场虚名，跟你比差远了。谢大师，你搞错了吧？这废物怎么可能会是你的师尊？我就是把父母认错，也不可能认错师尊呢。师尊，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我想死你了。大春，这么一点小问题都解决不好，还说你是我徒弟，说出去真丢人。师尊批评的对，我这不是才疏学浅吗？还想跟你再多学两年呢。我可没工夫带。叶辰，你真的是他的师尊？千真万确，小老爷子，现在相信我了吧？叶辰，快起来吧。老爷子，相信我吧，我会治好孟涵。对不起，多有得罪。啊！叶晨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中毒了，我得帮你治病。不行，您看过了我的身体，我以后怎么嫁人？在我眼里，没有男人和女人，只有病患。不行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身体交由我负责。好了，你的毒我已经全部排出来了，小鱼就先走了。你难道就要这样不管不顾一走了之吗？怎么，你要让我对你负责？你看光了我的身体就应该娶我。当初是你要悔婚的啊，我又没拦着你，现在小爷呢要回家去了，未婚妻等着我呢，回去入洞房去了。小陈，我孙女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放心吧，你没事了。谢天谢地呀、啊，叶晨。嗯，婚期的事儿，我看宜早不宜迟，不如今天晚上就给他办了吧。嗯、叶晨。嗯，婚期的事儿，我看宜早不宜迟，不如今天晚上就给他办了吧。不行，蒋梦涵现在是我的未婚妻。你给我闭嘴！现在立刻把他给我滚蛋！我连一刻钟都不想看到你。你叶辰，你给我等着。老爷子，其实呢我家里面还有事儿，媳妇儿等你回去洞房呢。跟我老头子抢人，
年嫩了点了。你救了我孙女的命，我得好好感谢你一下。可是我恰好今天是我80大寿的寿宴，留下来喝杯酒。你总不至于连我老头子这个小小的心愿都拒绝吧？反正距离炎毒肢体爆发还有一天时间。好吧。家老，祝你人人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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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陈，这位是你刘伯伯，这位是你张叔。江老爷子，知道您今天大寿啊，我特意过来给您送礼物了。一对玉麒麟啊，足足花了我800万啊。徐梦超，你还有脸来？有心了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吧。小陈，叶辰，今天可是蒋老80岁的大寿，哎，你给蒋老带了什么礼物呀？让我们开开眼。你可是蒋老的贤婿，送的礼物肯定很贵重吧？好在下山的时候顺了几个老头子的宝贝，不至于空手而来。当然，小姨我送的礼物岂是你们这些垃圾可以？笑话，你一个山上下来的乡巴佬，拿出来的礼物能比我还贵重？就是，吹牛都不打草稿，你的底细我们早就打探清楚了。那个礼物的事儿，待会儿再说，别影响我们开席。小老。开席不着急，我们这不就是想看看他带的是什么宝贝儿吗？那要是不好意思的话，就过后再送吧。放心吧。好了，老爷子，送你的。小山有幸了。哎，一个烂裹脚布包起来的，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就这种烂包装，还不如超市买东西送的袋子。一看就是便宜货，没钱就老老实实承认，装什么大头蒜？这话就不对了。正所谓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，关键是小陈有这份心。哎，江老，这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我现在就想看看这到底是多重的情谊，是不是啊，各位？是。这个礼物我待会儿慢慢看，不能耽误大家的开席呀、啊！哎，长老，开席不着急，哎，不就现在看一看啊？破萝卜干呀！啊，叶辰，我知道你是个穷逼，但没想到你还这么抠呀！啊，这玩意儿你也拿得出来？没关系，像你们这种没眼力见的呢，认不清楚。嗯，我呸！少他妈在这给我装神弄鬼！一个烂破萝卜干，老子在市场上10块钱能买3斤。齐梦超，你干什么？住手！哎，哇！竟然是纯阳身！齐梦超，你个土鳖，你毁了个价值10亿的东西！什么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地之宝纯阳身，千真万确。3年前我在嘉士德拍卖场亲眼见了，拍出了10亿的天价。纯阳身啊，是废话，大金牌一个。没想到是你这脏物啊！徐梦超，你毁了纯阳身，你自己说该怎么赔？这怎么可能是纯阳身？徐梦超。我杨某人岂能骗你不成？小叶子，什么意思？那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挨账呗？哎，你当我们在做宾朋都是傻的？我看你是没把我放在眼里，我岂能骗你不成？我不是没说不赔吗？不是，不是，爸，我弄坏人家一根纯阳参，杨姐姐说让我赔10个亿。到账10亿元。哎，你现在是准备回家跪榴莲，还是在这坐下吃还？还那么多钱，我肯定都给你吃过的。嗯，徐梦超，小孩那边坐去，这边没你的地方。今天除了我80大寿，还有一个大喜事儿要告诉大家。
那就是我的宝贝孙女儿孟涵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，他就是这位叶城先生。我不是，我们婚礼不是已经取消了吗？我是不会让你被别的小妖精拐走的。哎，你，我二一年早逝，留下这可怜的孙女，我一直沉浸在上古之中，竟用工作来麻痹自己，忽视了对她的关怀。小陈，孟涵他以后就托付给你了。啊，老爷子，这强扭的瓜子不甜呢。娶我好看吗？不为难，不为难。娶你是我天大的福气。小陈，孟涵不胜酒力，你先扶他回房休息吧。我行，赶紧解决完，小爷我还等着回去洞房呢。啊！喂，怎么把门关上了？小陈啊，你们两个好好休息，争取让我一年抱俩，两年抱仨。我好热，别走啊！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找帮手。我好热，我怎么会这么热？这老爷子给我下毒了。啊！我受不了了，不要怜悯我。不是，我受不了，我想做你的女人。你为什么拒绝我？是因为我不够漂亮，还是有别人比我更好？别多想了，我已经帮你解毒了，小爷我还要赶着回去洞房呢。门锁着，你怎么出去？就这种门，想拦住小爷我？开玩笑呢。心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心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本来连山叔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你真的在这里。心雅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发生，我这不就出来了吗？晨晨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人家还想要呢。心雅，我什么都没发生，相信我，我。这不是林氏集团的林总吗？我正准备给你们发请帖呢。我和晨晨要结婚了。什么请帖啊？我们之间根本就没发生什么，这别那么说呀、啊。哎呀，你刚才在床上也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提上裤子不认人吗？哎，师兄，你怎么能和他那啥呢？我没有，师妹你别乱想了。我和他真的没发生什么。真的要把我害死了！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觉得我的心子是，你们好好伺候。心子是？啊？陈哥哥，你想用什么姿势就用什么姿势。啊？师兄。我还是一个正人君子啊。我不管。反正爷爷已经宣布了我们的婚事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抢走你。我比你还先呢，懂不懂什么叫做先来后到？我和叶晨早就定了娃娃亲，要论先来后到，你是我亲。那婚约可是你取消的，怎么现在还有脸说出口啊？你跟我的，我的，跟我的，你们有完没完？没完。我和他之间，你到底选谁？晨晨，你大声说出你的答案，好让这个臭女人对你彻底死心。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师妹，瞎凑什么热闹啊？师兄，不，我也爱你的权利。你们这，你快点选一个。不用选了，周公子，那小子就在这儿。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，可惜是无福消受。还有会，赵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就不能是我？你小子三番两次的跟我作对，你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？爸，就是这小子打了我，你给我弄死他！
自断一臂，然后乖乖的跪下了，给我儿子磕三个响头，这件事儿就这样一笔勾销了。自断一臂，我这人从小就怕疼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呗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老子没空听你贫嘴，你自己不动手是吧？我让人帮你，给我上！叶先生，您先走，这里由我来顶着。走。你以为有地下皇帝罩着你就有用了？我今天非让你知道得罪我黑龙会的下场。哎，赵公子，我知道错了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嘛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我说你妹，给我干他！K.O. 这不可能，我这次带来的都是黑龙会的精锐，最低也是玄阶武者呀。赵公子，带来的人也不行啊。哎，要不咱们俩单独练练。你别得意啊，我爸可是黑龙会的护法，堂堂的地阶高手。什么？他居然是地阶高手？地阶高手很强啊。地阶高手百里挑一，是称霸一方的超级强手。小子，知道怕还不快跪地求饶？哼，否则我打你！侯子，你这怎么样？你是天阶高手？天阶高手，我知道。想当年，哥们儿双手插兜，不知道整个教学队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别太狂！喂，会长，叶神医。这黑龙会会长的实力深不可测，您还是先走吧。是啊，贤婿，您带着我孙女儿赶紧离开，不用怪我们。师兄，放心吧，这会长呢，要是真有你们说的这么厉害，我倒是挺想跟他会合。哼，大言不惭，待会儿你想跑都跑不了。哎，会长，你总算来了呀！谁敢动我黑龙会？谁呀？啊！会长。就这小子，就他小子，哼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今天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二狗子，原来是你！放肆，敢对黑龙会会长不敬！师傅，他骂你了。哎呀，师傅在上，徒儿李天佑拜见师傅。原来你叫李天佑，我一直以为你叫二狗子。哎，快下来吧，您叫我二狗子舒服。师傅，你终于下山了，您是不知道吧，这徒儿太想你了。我现在可不敢当你师傅啊，你现在可是黑龙会的会长，还叫你两个手下来打我。哎呀，师傅啊，那您没发烧吧？这你这小子怎么会是你师傅呢？你搞错了吧你？我自己的师傅我能认错吗？你对我师傅不敬，老子今天活死你，活死你！哎呀，师傅，活死你！哎，师傅，您别打了，您别打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哎，哎，小兄弟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哎，饶，是，您饶了我们父子俩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哎，刚才是你报的信吧？是，我错了，我什么？都是不长眼的东西，师傅，您说句话，这帮家伙，你说怎么处置吧？哎，会长，要么就……伟业哥，当年你全家被灭，就是黑龙会会长干的。说详细点，再说一遍。千真万确，邓彪啊，饭能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啊！我这出门就洗澡，干干净净的。二狗子，你也在呀？没说你啊，我说是黑龙会会长雷千红。这家伙就是潜入我国境内一个倭寇。你再说详细一点。20年前，这家伙潜入我国境内，偷窃国宝，被你父亲发现了，但是遭到他们活人屠杀。你父亲拼了命才把你送出去，逃出一劫。雷千红现在在哪？听说有一个秘密仓库，他们好像要把这些年偷窃的国宝运回倭国，但是仓库在哪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说这个雷千红为什么把这个会长位子让给我？他是想跑路啊。师傅你放心，
那个秘密仓库的位置我知道，我这就带你去。啊，好，我们走。你不用说了，这帮倭寇在我们大夏境内为非作歹，身为大夏人，我们绝无旁贷。没错，身为大夏的一份子，我们都要出一份力。好样的，放我们一个，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是，黄伟先生，好，我们出发。这些宝贝什么时候能装完？大概还有一个小时能出发。呀西，这些宝贝即将马上成为我们天皇陛下。哈哈，什么人？你们什么李将军？不错，这么多宝贝，想把我们夏国的宝贝送去哪儿啊？没有资格和我说话，赶快滚！偷我们夏国的宝贝，还敢让我们滚？师傅，跟这种人渣废什么话啊？我上去把他废了！上八哥，呀！好，哇！老八牛逼，好！呀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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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这老狗真能打！你就是雷千红，你认识我吗？杀害我父母，今日我将为我父母报仇！师父，好样的！雷千红，你作恶多端，今天我就让你血债血偿！你放过我！这里的宝贝我和你无分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解脱你的罪行吗？做梦。全部给你，求你放我一条生路，并且我还可以给大夏基金会捐赠100亿。可是小心。你到底是谁？叶家后人叶晨。接下来有请新娘闪亮登场。下面进行婚礼第一个项目。哪来那么多破事，直接洞房吧。干爹们下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才8个小时，才多久啊？你就不行了？不行，继续啊！我不行了，才8个小时，继续啊！救命啊！谁？又是你！师妹，他！救命啊，师傅！我师妹要杀人了！爹，师兄来偷看我洗澡！我算算，他今天有水烟之灾。吃饭。你跟我学习风水秘术，听着也有十几年，你达到了几分功力？没有师承，怎么地？丢个九成，这一卦该怎么解？困龙得水，吉星高照。这一卦是向上卦。你若今日午时下山，会投遇贵人，祝你飞黄腾达。这个老匹夫终于肯放我下山了，岂不可是时不再来？师傅，我舍不得你，等我飞黄腾达了，我一定会来为了报答你的。臭家伙，你！爹，你看他这个白眼狼，真没良心。他若真的心里有你，早晚会来娶你的。谁说我要嫁给他了？不好，浮卦是表象，背里暗藏杀机。
快去叫他回来！你暗藏杀机，快去叫他回来！张小九，咱们要找的人会在这个小破村？我的线索不会错，开快点。就一块停车。啊！你大爷的，开那么快，着急投胎去啊！差点撞死你爷我。哦，你还敢回来？来来来，赶紧给爷道歉了。爷是要走大运的人。哟，这是个白富美。会是我的贵人。美女，我看你双眉五散，两耳无神，最近是要呈现大凶之兆。不过小爷我精通风水玄术，可以帮你避灾挡祸。算得还挺准，找的就是你，带走。不是你吧，我又不好，干嘛？走了，师兄。老实点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哎呀，把我憋死了！你到底是我的贵人还是我的仇人？我怎么感觉你要把我弄死啊？放心，我不会弄死。那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的人。那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的人。你吃好了吗？我是沈家，你是沈家大小姐。我和程家陈公子结婚，不过没有举办婚礼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会风水玄术。那我家有大凶之兆，也是你算出来的？当然是我看出来的了。不是，是我算出来的吗？你说，让我算干什么？你不是会算吗？还用我说吗？快来嘛，人家需要你的身子呢。是你帮我脱，还是我自己脱啊？我怎么好意思说呢？是不是你未来老公那方面不行呢？需要我帮他传宗接代啊？虽然我身强力壮，但我还是童子身。你可真会吓人呢！流氓。这是陈公子的照片，选你是因为跟他长得像，不过人品、气质、修养简直天差地别。哦，还真长得一模一样。原来你是让我给他当替身啊！我是下线来赚钱的，不是来玩命的。看来你不是我的客人，告辞了。他已经死了，现在你就是陈公子。我？真的？你一个废物，还想冒充陈公子？一个山里来的废物竟敢冒充陈公子，就是个叫花子而已。哼，沈妍妍，你就那么缺男人吗？不是，这位阿姨，我虽然我妈问你话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这是我找来的替身，这段时间就让他来代替陈公子。他长得倒挺像的，不过一副穷酸相，你还想让他代替陈公子？赶紧滚，别脏了我们沈家。这位公子，不要这么大的火气，我看你面相阴沉，透露着一丝死气，将有血光之灾。你他妈咒我！什么东西，竟敢咒我儿子！滚出去！闭嘴！有本事你们把沈家的问题解决了，跟我走。呸！爷爷克死了自己的父母不说，连陈公子也克死了。我迟早会把你变成沈家。哎，李叔，我要见程少，马上。李叔，我要见程少，马上。我就说当替身有危险吧。真香，你用过的？陈公子的。这不是遗物吗？冲上，我穿衣服，你换上。死人的衣服我不穿，晦气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是我老公陈公子的。啊，这个衣服。你出来！我出什么事了？待着别动，外面的事情我去处理。你给我出来！程少呢？我要见程少。陈公子不在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红玉说。就他，现在集团的资金链断了，
急需3000万，你能补上这窟窿吗？程少人在哪儿呢？你给我出来！李叔，我老公我是离开了，你有什么事情给我说，我可以做主。哼，我看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外边啊，到处都在传，程公子被人谋杀了，已经死了。谁说我死了？程公子。谁说我死了？程公子。李叔，外面那些谣言别人听听也就算了，怎么连你也相信啊？程公子这不是好好的在你跟前站着呢吗？程超在就好，他资金问题呢？多大点事儿嘛，我可是程家的少爷。你要多少钱？3000万。你们公司是遇到什么麻烦？什么我们公司？是沈氏集团遇上麻烦了。不是你们公司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他是集团股东。沈家大小姐在这坐着呢，皇上不急太急。境外的 F 集团已经开始动手了，到处打压沈家的产业，再不注入资金给沈家，恐怕3000万是吧？没问题，3天搞定。真的？我堂堂程家大少爷能骗你吗？松哥，好好好。怎么样，我今天表现还不错吧？你闯大祸了！你闯大祸了！你个祸害，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然后你们沈家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啊！我看你才是那个大麻烦！我们现在根本拿不出这3000万。程家有啊，我假扮程公子去程家要3000万不就完了？你以为程家都是傻子吗？看不出来你是个冒牌货？哎呦，我不试试怎么知道的？走，带我去程家。行了，我再想想办法吧。你要是有办法，就不会把这个废物带到家里来。我，嘿，小舅子，哎，那不义之财拿出来救急吧。这什么不义之财？这我没钱。沈家今日之劫，必要由你来解。你若慷慨解囊，兴许才能避过今日的血光之灾。你少在这神神叨叨，我看你就是一骗人的神棍。别你自己闯了祸，让我来背锅。福祸双依，看来这件事儿还得我去解决。哎，闯了祸就想跑啊？我才不跑呢，我是去找3000万来救你们沈家。我是去找3000万来救你们沈家。给我叫两个漂亮姑娘陪大爷唱歌。沈少爷，好久不见呀。龙哥，啊，龙哥，我错了，龙哥。沈少爷，我敬仰程公子你是知道的。知道知道，我也敬仰他。龙哥，老子给了你那么多钱让你把我引荐给程公子，怎么还不动静？现在我就带你去走。还他妈想骗我，他妈的。错吧，你要是打死我就没机会再见程公子了。程公子遭人暗算，生死不明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谁说我生死不明？程公子一人吴金龙，久仰公子大名，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凡，请受我一拜。请受我一拜。听说你一直想认识。是是是，小龙我一直很仰慕你，想跟着您干，但是一直没机会。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好好把握吧？只要程公子一声令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3000万拿得出来吗？啊，怎么样，老婆？我今天表现还不错吧？别叫我老婆，你是怎么知道今天沈红玉会挨打的？我算出来的呀。怎么样，那3000万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老婆，我今天晚上表现这么好，不仅救了沈红玉，还帮沈家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。
奖励奖励你老公我吗？我也想奖励你，可是我怕你会受不了。放马过来，不知道谁先后求饶。那就从后面试试。这么刺激的吗？怎么样？还想再来一次吗？不用。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并不是真夫妻，还请你自重。你拿我当老公，生气了不让我碰一下，敢想你拿我当工具啊？事成之后。给你500万，我今天轻而易举都弄到3000了，500万对我有吸引力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当然是想要你，对我动心了，变成真正的陈公子，我就会动心的。这是陈公子的资料，你好好看看。这大少爷怎么跟我同一天生日？城府管家来了！城府管家来了！您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？外界传言说少爷您外出遭遇了不测，我动员城家上下几百口没找到您，这今天才听说您来到了城府，我就赶紧过来看看您。您还好吧？没事儿，只不过遇到了几个小毛贼。没事就好。那咱们回城府。回城府？我都已经结婚了，我要跟他住在一起。哎，少爷，您娶沈小姐为妻，这本是咱们城沈两家强强联合。不过你要是一直在这儿住下去，你不就成了这沈家的上门赘婿了？赘婿怎么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这要是传扬出去，咱们程氏集团在江东那可就成了笑话了。哼，那又怎样？我不在乎。少爷，一直把程氏集团的名声和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程公子，怎么表现得这么差劲？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程公子，他根本就不是程公子。闭嘴，回你房间去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胡运头受伤了，嘴里胡说八道呢，你可别在意啊。走啊。吴伯，程公子最近一直在帮我梳理沈家的产业，准备一起并入陈家来对抗 F 集团的打压，所以暂时先住在我这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个 F 集团闹得大家是不得安宁。少爷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去准备一场宴会，宴请江城各大家族联手对抗这个境外势力。我告辞了。你还有心思吃？哎，你干嘛？赶紧回去给我备资料。爸，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拆穿那个废物？你怎么那么笨？要是让陈家知道他是个假的，那陈家肯定要跟我们划清界限，到时候我们怎么能吞并陈氏产业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只有我们知道陈公子是个冒牌货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要挟他，控制他。够啊！不过这家伙旁边一直有沈媛媛在护着他，没法下手啊。别说程家了，咱们在沈家还得看他沈媛媛的脸色。既然沈媛媛是块绊脚石，那我们就想办法除掉他。就应该在这里面吧。我得想办法带他回去。这，姑娘，是想进去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来找人的。
这省府有很多人，不知道姑娘找的是哪位啊？我找……算了，我不找了。别呀、啊！来都来了，还是进去走走。小毛贼还偷到我神府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说了，我不是贼，我是来找人的。你放开我！啊，那你说说看，你是来找谁的？我来找我师兄天龙哥。这里没有天龙哥，只有你红玉哥。啊！救命！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天龙哥，臭丫头，放开！还敢耍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！臭丫头，你敢耍我！救命啊！啊！哎呦！啊！红玉，东西拿来了没？红玉，红玉，你怎么了？这臭丫头还打我！没有，不是我，是他，是他！要脸的东西，竟然勾引我儿子！贱人，你阿宁，师兄，姐让我来找你，可是他把我骗进来，还把我关在城外，就该收入我妹我来解决。魏翔，道歉。明明是那个贱人勾引我儿子。你说谁是贱人呢？怎么，你居然还想打我不成？我不说第二遍，对不起，天龙哥，我们走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都是误会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兄妹，我还以为是坏人闯到家里来了。哎，小姑娘，没伤到你的吧？妍妍。你别生气了，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妍妍，你别生气了，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枕头。你最近太累了，睡眠也不好，妈心疼你，专门找高人求来的。这枕头呀，非常好，你要用啊。师兄，求求你了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白灵，师兄现在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我现在可是程公子，是沈小姐的老公。爹说了你要娶我呢、哎、你还想当谁老公啊？哎呀，你爹有看错眼的时候吗？他怎么知道我没有更好的选择呢？再说了，你看看，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哪像个女人啊？你再看人家沈小姐。好啊你，你在家天天偷看我洗澡，现在不想负责了是不是？我要回去告诉爹，让爹收拾你。这不，你不能走，你知道我沈家这么大秘密，万一出去说漏嘴了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他最可怜了。我凭什么走啊？我走了给你创造机会吗？我不走。爹说了你要娶我，你别想赖账。刚好，那你就住你师兄房间，好好看着他。别让他再来骚扰。好啊师兄，一起睡吧。造孽呀。一起睡吧。造孽呀。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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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挺胸抬头，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？程公子可不是你这样走路的，你能不能认识你？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走路了呀。什么叫你按照我的要求走了？你自己有脾气了是吧？师兄，我觉得你走得特别好。你说什么话？我要求我老公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他不是你老公，他是我师兄。你老公已经死了。你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我老公可是程公子。再走一千遍，走官不许吃。既
今天怎么了？看看，就这种女人你还要娶她？神经兮兮的，跟中了邪一样。中邪？难道？啊！到了，到了，不是。老公，老公也没死。贱女人，你敢碰我老公，我要杀了你！这好啊，你居然还护着他，看来是有东西。那我去死好了。这就行，前功无行，真身去现。哇！我中邪呢。你干什么？啊，你中邪了！我这是帮你在……我看你才中邪了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不是认夫妻。不是，没有，我只是在……你没有？那你在我身上摸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……这是什么？这是，哎呦，沈媛媛，你干什么？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我好心送你个枕头，你……那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上面的咒是阴阳噬心煞，可以令人精神错乱，甚至自杀。又胡说！这是保佑符。陈公子跟媛媛那么恩爱的，怎么会害媛媛呢？哼，说的挺有道理。那我也给你补一个身。这种符咒我会的可多了，你儿子不会害你，就用儿子的咒。别，我说，这是一个高人给我的，他说这个可以让圆圆听我的话，但是我没有想害圆圆呀。那人长什么样？我没看清，他捂得很严实。哦，对了，他只有一只左眼。独眼狐。他只有一只左眼。独眼狐。独眼狐精通玄术幻体，不恶不作。我本以为他逃到境外就不会再回来的。境外？没错，不行，我得去找师傅。站住！你不能去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圆圆，不抓住他，他会害死很多人的。他害死多少人跟我没有关系。哎呀，那他再来害你呢？我不能看着我的老婆陷入险境嘛。养好你的陈公子，我的死活不用你管。哎，我怎么能不管我的老婆呢？麻烦你认清自己的身份。你只不过是我找来的替身而已。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没脸？我每天热脸贴个冷屁股，给你干这么多事情，到这儿你还是这么嫌弃我？我不干了！你现在走了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钱生来不了。那我呢？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快，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过。那我呢？你的意思是独眼狐是 F 集团派来的？ F 集团表面上是境外公司，其实是一伙黑恶势力，他们唯利是图，无恶不作，甚至贩卖人体器官。原来让我假扮陈公子是为了对抗 F 集团，那陈公子也是他们害死的。陈氏集团和我们沈家是他们入侵江城的最大障碍，所以陈公子的死肯定和他们有关。原来你让我假扮陈公子是为了对抗 F 集团，来保住陈氏两家。所以你的身份一旦被揭穿， F 集团就会趁虚而入，到时候遭殃的就是江城的百姓了。原来我这么重要啊！如果你愿意救江城，你想要的我都给。趁人之危的事儿，我叶天龙扛，江城就交给我吧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贼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贼！
打死！人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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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干什么？看你带回来的白眼狼，吃我们的，用我们的，还想搞垮我们，怎么回事？公司闹鬼，好多员工都不敢去上班了。他们说看到程公子了。程公子，你他妈少给我装傻！除了你，还有谁长得像程公子？分明就是你假扮的。我去公司看看。好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也许对，我现在也许不是呢。红月，看好他，不许让他离开神父办。这个不是。老李，你不是能掐会算吗？你怎么没算到你今天有血光之灾呢？你走前上，不好，院有危险！不好，院有危险！神坐好，快走快走。钱经理，终于到。钱经理，圆圆，你来了。成功，你我放不下你，我来看看你。真的是你吗？他们马上要对你下手了。我会多加小心的。你觉得你逃得掉？成功，啊！别拦你，我宁愿牺牲。你给我下狠手！没有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。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我要把你带走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走，带我走。圆圆，不要带我走，不要带我走。圆圆，圆圆，我是叶天龙。你看，别害怕，有我在。圆圆，天龙，成功子来找我了，他要找我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让我这个替身去会会这个程公子。你别去，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我命大，不动。你去跟着，好好保护他。什么？让我保护他？真的闹鬼啊？哪来的鬼啊？是有人在这里布了风水局。你没带你那些破罗盘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不觉得这里煞气很重吗？煞气，植物对煞气最敏感。通常煞气大的地方，寸草不生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女厕所，女厕所，煞气就是从这里传出来。圆圆看到的程公子有可能是某种风水阵法。什么阵法不阵法的？我看你不过就是想进女厕所找个借口罢了。你不信进去看看就知道。进就进，里面要是再什么都没有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哎，要不还是你走前头。对不住了，小舅子。把他妈这么个破东西糊弄我，就你他妈刚才踢我，看我弄死你！连你都敢跟我动手了！出来，有鬼！有鬼！有什么？里面有一盆枯萎的花插着蜡，还有这个公子的鬼魂！有土有木有火，又是阴水破局，唯有金命之人才能破局。我想到一个人。唯有金命之人才能破局。程公子，你叫我金女子。龙哥，你名字里有金，身上也有金，不用怕。听着啊，我吴金龙刀山火海都敢去，区区一个女厕所，能吓到我吗？
陈公子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？金龙，听说你很仰慕。是呀，龙哥，小龙我一直很仰慕你。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去把门外那两个人杀了。什么？他根本就不是陈公子。还有那敢假扮您，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杀了，就能表示你对我忠心耿耿。到时候，你就是我最信任的手下。唐公子放心，小龙这就去把那个家伙杀了。龙哥，你遇到厕所里的鬼魂没有？什么鬼魂不鬼魂的？魂？鬼魂？鬼！鬼！还是杀了他们！鬼！我是程公子，如果要效忠于我的，敢背叛我，我杀了你！那是幻觉，快把蜡烛吹灭！干得不错，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小龙，我随时进行筛检。龙哥，你是不是尿了？这个就是迷心幻阵的阵眼。风水中，枯萎的植物代表着生命力的流失，这个阵法会让人产生幻觉。你是在哪儿找到的？女厕所。植物属木，五行中水生木，厕所是最潮湿的地方，可以使这个阵法发挥到最大。至于你看到的程公子，这个就是程公子的生辰八字，这个就是程公子的头发。那鬼魂还会缠着我吗？你身上还有未解除的煞气。我来解除煞气。无杀气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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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太好吧？我没事，我好得很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公司闹鬼这种事儿，您怎么还亲自来呀？您要是我乐意，公司的名誉和利益是第一位，闹鬼这可不是小事，传出去对公司影响很大。我必须得重视。您说的是，哇，这件事儿，老奴怀疑是 F 集团在背后搞鬼。为了少爷您的安全，我想给您派几个保镖跟着您。哎，姑姑，你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但是少爷的安全有沈小姐在，没人能伤害得了我。行。哦，对了，江城各大家族的宴会将在两天后举行，你看。行了，姑姑，回去。我死了，我好事。爷爷，把衣服脱了，我帮你解解煞气。还要脱衣服？哎，你身上沾了不少煞气，必须得净身，才能去除干净。那你别骗我。你身上沾了不少煞气，必须得净身，才能去除干净。哎呀！我把那个小法器都给你带来了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在给圆圆驱煞呢。圆圆她刚才驱煞需要脱衣服吗？哎，你刚来什么都不知道，去赶紧出去！我不懂，你别忘了，你那点本事都是跟我爹学的。沈圆圆她根本就没有煞气。你懂什么？沈圆圆煞气都入体了，再不解决，就会。哎，圆圆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什么都不懂。这，胡闹！住！白琳，我真的没有煞气吗？绝对没有。我从小跟着我爹学风水，虽然没有师兄学得好，但你身上有没有煞气，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。说的对，我都没发现，你这一来，身上的煞气全部消失了。还挺巧。哎，我觉得是因为。啊，不是，这是灵气的，不是，这是灵气的，疼，你慢点。哎呦，你现在知道疼了，谁让你是沈圆圆的？沈圆圆下手可真重，你看看，她都把你伤成什么样了。哎，那是你劲儿没人家大，要不是你跑进来拆穿我，圆圆她也不会打我。
伤口一个圆圆，闭口一个圆圆，那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不就是胸比我大一点吗？那确实厉害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好了，那圆圆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不要对人家有那么大敌意嘛。我爹说了，你要娶的人是我，不是那个姓沈的女人。也疼，耳朵要掉了。师兄，你离那个女人远一点行吗？哎呀，我现在的身份可是圆圆的老公，我怎么能离她远点？我更应该跟她睡在一起。你还想睡着她？那我呢？你师兄，你答应过师傅的，你会娶我的对吧？哎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师傅他老人家，你别动。哎，不，师兄要我吧。哎，不，师兄要我吧。你老实点儿。我不要啊。天龙，我进来了。哎呀，别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我来看看你。人家没事的，我没事儿，我皮糙肉厚的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你先回去睡觉吧。我给你上点药，再过两天别过来。你放心，我不打你。不是，你把药放那儿，我一会儿自己擦。天龙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不是天色太晚了吗？你先回去睡觉吧。天龙，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我对你还不好，还伤了你。哎，这种话题咱们下次再聊好吗？我认真想过了，你要是真想要，也不是不行。不行，他是我的。我认真想过了，你要是真想要，也不是不行。不行，你想干什么？师兄是我的。你什么你？大半夜跑来房间勾引我师兄，这个我先放这儿了。哎，圆圆，圆圆，你听我解释，圆圆。叶天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你是假扮的吗？是假扮的，疼。那他大半夜的跑到你房间来脱衣服干什么？那我哪知道？你去问他呀。师兄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呀？不是，玲儿，你听我说，就我知道我没有他胸大，我也没有他好看。我不是玲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圆什么都没。真的？是真的。好了，你别哭了。那你发誓，你发誓你不碰他。我啊，师兄，你可不行了，我要回去告诉我爹。好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碰沈圆圆。宴会上需要我做什么？宴会上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怎么样？衣领一定要整洁，陈公子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衣领乱的，还挺合适的。明天宴会你就穿这身。对了，要是需要你上台讲话，你就按着这个念。啊，对。要是有人和你搭话，你不用理，我去应付。明天的宴会很重要，你一定要控制少说话。不要太张扬。哎，圆圆，昨天晚上的事，你的事跟我没关系。还不快去喂稿子！我告诉你，明天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我扒你的皮！穿上这身衣服，还倒像个人了。你记住，好好扮演你的陈公子，到时候被人看出什么破绽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喂稿子去！布置好了吗？万福大人，都按照您的吩咐布置好。布置好了吗？万福大人，都按照您的吩咐布置好了。喂，什么的？你是吴金龙对吧？是，沈小姐，你叫我小龙就可以了。程少，我有一个项目。有什么事情等会儿再说。好。陈少，有件事我要向您汇报。光复公司，李叔，等会儿再说。陈公子有重要的事情。程夫人，这件事很重要，我要亲自给陈公子说。陈公子，诸位，安静一下。
我代表程家和沈家，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举办的宴会。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今天邀请诸位来是为了和诸位商讨对抗 F 集团的事。我们程家绝不允许境外势力侵犯江城，侵犯大家的利益。为此我们程家决定拿出实力来对抗 F 集团。好，你们程家根本就拿不出十个亿。好，你们程家根本就拿不出十个亿。独眼虎，哪来的野狗，敢打个程家讲话？小龙，抓住他！遵命。混蛋，别！不好意思了，程公子，为了表达对你的歉意，我送你一份大礼。长少，怎么办？我们拿不出十个亿，怎么办？哎，F 集团是不是打进来的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要破产了？我们不是要破产的呀！F 集团是不是打进来的？长少，长少，长少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要破产了！你这句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放开我！大声跟我说，大声跟我说！哎，长少，怎么办？我们拿不出十个亿。快走吧，别管我，程少。老公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别管我，程少。老公，圆圆，圆圆，快跑！楼下已经，你已经做得很棒了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。可是管家和李国东他们怎么办？要去救他。老公，那我们一起去救他们好不好？我老公可是程燕少爷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老公您解决不了的。程燕，你不是程燕啊。老胡厉害啊，程公子真是厉害，竟然能识破我的迷幻阵。不过你能认识我，这倒是让我挺意外。沈家的惨案，还有公司闹鬼的事儿，都是你干的吧？程公子的真是聪明。对，那些事儿都是我。今天这场宴会也是我办的。程公子可曾听闻过迷心煞？程公子可曾听闻过迷心煞？本来想通过迷心煞把程公子你逼上楼，再通过一个小小的幻阵让你心甘情愿地跳下去，伪装成程公子你跳楼身亡的场景。可惜啊，可惜你居然识破了我的阵，那就只好由我亲自送你上楼。方长程家大公子从小习武，怎么突然这么重？这就是程家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少？哼，真是废物，安心少乱。是什么呀？敢在我们家宴会上捣乱？你怎么没有受到我迷心煞的影响？敢在我们家宴会上捣乱？你怎么没有受到我迷心煞的影响？什么迷心煞？又是个狗屁神棍！姓程的，今天有人救你，你捡回一条命。站住！蛋！龙哥怎么会被这么弱的家伙打倒？吴建龙是中了独眼狐的迷心煞，才被干翻了。什么是迷心煞？迷心煞就是一种封闭症，可以放大人内心的焦虑，造成一个不正常的恐慌倾向。哎，你怎么没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难道我有神功护体？走，圆圆！哎，等等我！沈圆圆也不在这儿啊？我们在休息室，我们去休息室找找。怎么过去？这帮人看见咱们就像丧尸一样，怎么办？中了迷心煞的人就认出我们才会不会。想办法，不要让他们看见我的脸。
刚刚撞煞了。 独眼壶控制了迷心煞，现在整个宴会厅的人都被这个阵法给控制。那中了煞会怎么样？中了煞的人会陷入无尽恐慌，就像刚才的你一样。水不是能解吗？如果不解除这个阵法，水在宴会厅里是没用的。那要怎样才能破解这个阵法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宴会厅里藏了三张符，只有撕掉这三张符。 才能解掉这个迷心煞。那你还不赶紧去？宴会厅里现在全是重煞的人，一进去就被围住。哎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但是需要出卖你的肉体。来呀！你们不是找我吗？我就是程公子。 程公子，怎么办？程公子，是不是我要破财了？程公子，你不要跑，你可救我们大家呀！程公子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程公子，你说话呀！程公子，救我呀！程公子，程公子，程公子，快说话呀！程公子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程公子，啊！叶天龙，你找到没有？被你找到吗？ 给我解开！给我解开！啊！我这是怎么了？程哥，程哥，你躺到地上干什么？程哥，大家听我说，你们刚被一个风水阵法给迷住了，是程公子救大家出来的。 肯定是刚刚那个一只眼的混蛋干的！人呢？妈的，刚才停车踢了老子一脚，抓他，腿给他打断！那个人就是独眼狐吧？是，不智能人就是独眼狐，他肯定是 F 集团派来的，所以我们要团结在一起，一起对付 F 集团。妈的，又是那狗日的 F 集团！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冲子，沈家的账本。 被别人动过手脚，我怀疑有内鬼。程公子，沈家的账本被别人动过手脚，我怀疑有内鬼。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拿着账本到陈府来。怎么样，圆圆？我今天表现还不错吧？还可以。你在想账目的事儿？ 等你叔把账本拿来再说吧。可是我看不懂啊。他非要给你，你拿到后给我就行。我先去洗澡，把事儿弄。哎，咱去洗吧。儿子，你一会儿说坐门口，等爸个信儿给你来，你立马把账本给我骗过来。小姨子看我不顺眼，我才不去找爸。你打我干什么？这账本不能让沈媛媛看到。 人家还管着集团的查账不很正常，急什么？那账本被我动过手脚，人家还管着集团的查账不很正常，急什么？那账本被我动过手脚。李叔，王爷，我找程公子。哎，李叔，哎呦，李公公，程公子，哎呀，李叔，你是来找我姐夫弄账本的吧？ 给我就行，别动！这都不能给你。啊，程公子和圆圆在上面洗澡呢。那我就在这儿等他。去，他就在这儿。小心你丈母娘和小舅子，他们刚才要这个账本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嗯。 把账本给我！不行，这账本我要交给圆圆的。同意。
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圆圆，他们抢账本，我怀疑他们就是 F 集团派来的内鬼。你疯了？放屁！我和我妈怎么可能是内鬼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那你们为什么要抢账本？嗨，就是心虚。他们都是我沈家人，关心公司账目理所当然。就是，我们查自己家的账，换你个狗东西什么的。圆圆，妈听说公司账目出了问题，我心里特别着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彻查清楚。难得妈对公司账目这么上心，你就不要我。但是，行了，不要疑神疑鬼。妈，查账目这么辛苦的事儿，还是我来办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也是会一些邪恶阵法，你们最好不是那个，不然。妈，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你不会真是那个内鬼吧？什么内鬼不内鬼的，分明是那个废物在诬陷我们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呀？晚上去把那个账本给偷回来，绝对不能让那个沈圆圆查账本。你给我偷了一堆废纸，你真是个废物！妈，您消消气，我再给您偷一次。不用那么麻烦。沈圆圆，你耍我！我又没让你去偷账本，倒是你母亲对这个账本有点过于痴迷了。我只是想帮你查一下公司账目的问题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查过了，账上少了。三千万，怎么会三千万？你们三番五次的想阻止我拿到账本，就是怕自己的罪行会被暴露。你血口喷人，我只拿了200万。你血口喷人，我只拿了200万。我就是想买几条项链而已，偷拿了200多万。那3000万根本跟我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要冻结你所有的账户，在这3000万没有查明白之前，你不许离开沈家半步。沈圆圆，你别对我妈大呼小叫。她说了，她根本就没拿这3000万，你分明是在污蔑她。她自己都承认偷拿了公司的钱，你激动什么？难道这3000万是你干的？好吧。那我也要冻结你的账户，连你一起查。啊！我一分钱都没拿，你都在污蔑我，还用冻结我的卡？我他妈招谁惹谁了？去，把你这儿最好看的姑娘给我找来。好的。沈少爷。家，我好久都没有见你了，小宝贝儿，想不想我呀？想呀，当然想了，还以为你都不要我了呢。那今天可得好好伺候我。今天啊，我要把你给榨干了。今天啊，我要把你给榨干了。沈少爷，你好厉害呀，以后可要多滋润滋润了。行了，估计以后也没钱潇洒了。沈少爷是不要人家了吗？不是不要你，沈圆圆冻结了我的银行卡。那沈圆圆你都支付不了，那以后沈家
你还怎么当家呀？沈圆圆那个贱人太恶心，我根本斗不过她。我有办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娃娃，它可以让那个贱人变身。真的？只要你把这个娃娃放在沈圆圆的床上，那沈家以后就是你说了算了。行，等我除掉那个贱人，再来好好疼爱你。喂。哦，如果他不是程公子的话，那沈圆圆逃不过这个劫。如果他不是程公子的话，那沈圆圆就逃不过这个劫。你说不是他干的？他没有这个胆子。那三千万只要流入境外账户，跟他没关系。那你说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呀、啊？行了，我要休息。好。嗯，你这里有啥钱？如果你想要，我可以给你。哎，但你不要用这种理由。真要休息？不是，我说的是，不是。哎，亮儿，我师兄干嘛？圆圆她好像中煞了。那个女人中了煞气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的好灵儿，就帮帮师兄。不去，你不要一天天老想着那个女人，她有什么好的？那好吧，那只好我自己去了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哎，你站住！回你房间去，小心我淹了你！回你房间去，小心我淹了你！我师兄让我来，没办法。好呀，平时装清高，背地里这么下贱，真恶心。糟了，中了煞气！啊，沈圆圆，沈圆圆，你快出来！师兄，快给我，我要！乾坤一纵，这，灵儿，灵儿怎么回事？灵儿，那丈夫不要胡闹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沈圆圆，沈圆圆还在，法台强大了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沈圆圆，沈圆圆还在里面，圆圆。圆圆，天仙引杀阵，谁下了这么狠的阵？糟了，圆圆，圆圆，天王，我好热。圆圆，你清醒点！我好热。乾坤一动，醒！杀气入体内，只有阴阳结合才能救他性命。可是我答应过师妹，见我师兄没有？等会儿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叶青龙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？不是，灵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圆圆她中煞了。你就那么喜欢沈圆圆吗？行，我走。哎呀，不！你就那么喜欢沈圆圆吗？行，我走。哎呀，不！哎，灵儿，你听我解释，灵儿。啊，少爷，少爷，我有急事儿。哎呀，你去给我把他追回来，是我刚骂的小倩。啊，你快去，你愣着干嘛？好，你给我哭去。姑娘，等等。程少，让我请您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死也不会再回沈家了。我看见沈圆圆，我就恶心。
姑娘啊，您先让点，消消气。从古至今，哪有正房不欺负小妾的？什么？你说谁是正房，谁是小妾？你跟我说清楚！你看我这张嘴，我错了，我说错了。那，要不然，我先接您回城府，让程少爷当您面好好给您赔礼道歉。好，我就要看看他怎么给我这个小妾解释。来来，当您面好好给您赔礼道歉。好，我就要看看他怎么给我这个小妾解释。来来，我说白小姐呀、啊，你要是真喜欢我们家少爷的话，就不要太任性了。毕竟你才任性，昨晚他俩都睡到一块了。睡了，结婚这么久，怎么昨天才睡在一起？坏了，说漏嘴了。他俩早就睡在一起了，只不过昨天才被我发现了而已。那，你为什么还生气？我吃醋啊！你们家少爷那么优秀，我喜欢他不行啊？那倒是。我们家少爷自从进了神府以后，神府上上下下的女佣都为他的魅力所折服啊！对对对，我们姐妹几个都喜欢他。那这么说，你也是沈家的女佣？啊，对对对。可是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？我是在厨房打下手的，我平时不怎么出来的。哎，陈公子该用膳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少爷，我小妾呢？那个姑娘被人绑走了，我一直跟着他们，我知道他们关在哪儿。你叫上沈小姐。一起去救他吧，带正房救小妾，亏你想不出来。哎，少爷，等等我。武金龙。哎，沈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今天见程公子没有？我正准备去西郊仓库找他。去那干什么？他说去救个女人。沈小姐啊，我和少爷被绑架了，他们说要程沈两家所有的股权，否则就把少爷给灭了。你说我一把老骨头了，死了也就死了，可是少爷他不能出手啊！内鬼行动，内鬼行动了，看，就在这里，你在这守着，我进去救人。少爷小心。我来救你们，我连金属都用了，你们怎么？王妃没有效果。是你，是你搞的！你这间仓库已经被我布置了反制阵，所有的玄术在这里都无法使用。灵儿呢？你把我的灵儿呢？你很快就会见到你的小师妹。带走。灵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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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来无恙啊！叶公子，别来无恙啊！是你，你就是那个勾结 F 集团的内鬼。我原来那么相信你，你居然勾结境外势力，你对得起程家吗？还真以为自己是程公子，一个山村土狗，死到临头了，火气还这么大。哎，我要这么粗鲁吗？严格的讲，他就是陈公子。当年陈夫人生下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当天就被我扔到山里喂狼，另外一个没有机会下手，所以只能假装忠心的捕捉。直到
我的 F 集团日渐垮散，我才下定决心除掉程兄。而你的出现，却让我真假难辨。多亏你的小师妹，才让我真正的领悟到，你就是当年被我扔掉的那个婴孩。你就是当年被我扔掉的那个婴孩。我为了得到程家的一切，隐藏了二十多年，杀掉了你父亲和你另外一个亲弟。可是赵某呢，谁又能想到那个婴孩居然没有死，却阴差阳错的被沈圆圆找到，当了陈公子的替身。现在只要我杀了你，陈家就是我的了。这个小丫头长得可是你畜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开他！别激动呀，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你的双胞胎兄弟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你的父亲程老爷子，你们一家很快就会团聚了。妈，一家很快就会团聚了。你看看，什么情况？都、贵客到了，我想杀的人全都到齐了。天哪！天龙上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打他！你为什么要杀成龙？金龙，别让他跑！混蛋，站住！女儿，快跑！我身上有炸弹！女儿，吴金龙，你不是一直想跟着程公子赚钱吗？你放了我，我把程家的东西全都给了你。你，程家的一切都是程公子啊！那里边那个根本就不是陈公子，那是个假货，你被他骗了。只要他为了江城百姓挺身而出，我就给他卖命。走。师兄，原来你们磕头，我身上有炸弹。没了，你会拆炸弹吗？你不是会风水玄术吗？我师傅也没教过我拆炸弹呀。师兄圆圆，你们快跑吧。燕儿，我是绝对不会丢下你的。师兄，我死了不要紧，你们还要对抗 F 集团，为了江城的百姓，你们快跑啊！既然你不能放我走，那咱们就一起死吧！谁要跟你一起死？金龙，你会查查的。这个不能拆。拆了就直接炸了，红线、蓝线，拆错了也会炸。师妹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卷进来的。师兄，你快走吧！我不走，要死一起死，下辈子我还要做你师兄。师兄，下辈子你一定要娶我。我只娶你。与其等死，还不如碰碰运气。我成功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回家。你们都得给我陪着。金龙，快带成功子走。圆圆，带走。圆圆，圆圆，我们。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F 集团对我们的威胁，因为 F 集团已经被彻底铲除了。不行，我决定
隐退江湖，将陈家的事务全权交给吴金龙来打。同时，沈家的所有业务会交由沈红运来全权我终于继承沈氏集团，咱们好日子要来了。还有这一天了？别高兴得太早啊！我儿子本来就是沈氏集团的情人，为什么不能高兴呢？我让金龙看着你，你们一旦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，你再给我误会了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管理沈氏集团。陈公子，谢谢你为江城做到一切。真的不是陈公子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陈公子，永远都是我的好大哥。算了，随便吧。哥，你把程家的产业都交给我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一切都结束了，我要离开了，这里不适合。走吧，回家。走吧，回家。婚都结了，还没看够？你都洗完了？那里面这是？臭小子，去了趟城里，净学下坏毛病。你说你，城里好好的服部下，非要回来陪我老头子受罪。城里有什么好的？再说了，我得回来孝敬你老人家，不是吗？我看你是尘缘未了，就开门吧。没有什么开什么门？程公子，程哥，开门啊！程哥，程公子，程哥，开门啊！程哥，吴金龙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程家的事你做主，你做主，再烦我就。